大条，咱查某人真正有够歹命的。啊，那歹命，看到这块刀啊，就会当想着讲男女不平等嘛。因为较早吼，这块刀啊，实际就是用着可能石头来做的医疗。啊，若这块八仙刀，较早八仙刀，咱查某人无通啊坐啦。因为较早男女不平等，所以人常去人咧讲，人讲查甫人若坐刀，囡仔人就八刀。咱查某人就是负责要切刀。高位一间啊，用电火调理的厝吼，啊内底啊有一个阿嬷在装安眠厨哦。我们进来里面哦，各自找位置坐吼。哎，看到在点票。等一下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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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车啦，咱车伫咱家路这边吼，较无人咧使用，大量咧进口。啊，咱吼卖想想遐济，牛拢吼咱挂车，挂车我就是咧叫水肥车，在收集水肥的。啊，所以较早俗语人咧讲，人讲庄脚人真肥啦，摕糯米共换水肥啦。啊，都市人讲真正假死啦，啊，放哪会甲咱换糯米安尼啦？所以，较早吼，妈妈拢会啥物用一个锁匙头把锁到遮。有记忆吗？然后呢，我跟你说，我嘛足巧的哦，那个仓库哦，那土田粪它就不一样了，土田粪它是属于我们西人农家的田禾，啊，你看没哦，一条黄金，看没哇，一条宝贵啊。如果说一般的话呢，你要种草那草，这个是非常经济啊，啊，那个在的话，那田地上手有没有？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用直接用本机有没有？往后退这样子。来，阿拉即摆看吼，这叫做下人过去吼，爬起去啊。因为吼，你若讲要去爬起去，咱困难在哪里？在顶我困难。咱过来，固定分伊一定无毛，他只有一个窗户而已。然后咱七个坑啊，到咱就把墙搞掉，这拢。那真正的这个平面，我好累累的呀。哎呀，我今天啊，今天在我爸妈家，你得被送到了，没在了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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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